哦哦哦！哎，没子弹了，没有子弹了。拿盾是吧？笨死了！龙妈，你必须找掩护，我们就要开火了，快点找地方躲起来！我是要躲哪里呀？哇，打得很激烈，打得超激烈的。盲射有没有看到？林北盲射啦！站在油桶前面找死。这什么可以叫成那么惨啊？什么东西可以叫那么惨啊？一个一个来领便当。领得好啊。哦，谢啦！谢谢你，索菲亚，你射得真准。一定是半藏的后裔。无法再回头，到此处之后不会再有任何的营地，从这里开始直到故事模式结束为止，玩家将无法进行存档。就这里最后一个站了，这里是最后一站了。好哦，我们终于要进入尾声了。这款游戏哦，之后就会是你们特别爱的侏罗纪公园。好，我们这次拿一个 AK 突击步枪好了啊。好的，怎么都是黑人？哎，对啊，为什么里面所有的敌人全部都是黑人组成的啊？好怪哦！啊，忘记存档了，他应该会自己存档吧？我在这里存档好了，在这里存档会不会很奇怪啊？最终章，对啊，要结束了。现在9:30，如果这个10点之前完结啊，我们来开一下侏罗纪公园好了。哦，全体小队，发现卡斯特的踪影了，千万别让他进入灵魂之室。哇，康斯坦丁，索菲亚，可以用投石器打中他吗？试试看吧，准备好。试试看吧。我不认为从那里打得中他。换个角度。我们得继续尝试。继续尝试。我们得重新填装投石器。等等。有了吗？直升机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根本达不到。我想到了，如果等火球靠近直升机时射击，应该就可以了。火球靠近直升机，怎么办到啊？我们会准备好，等你给我们讯号。按下一触发无线电。那我要怎么知道火球靠近直升机？他所说的火球到底在哪里？现在来了，快发射！啊！
准备好了。快点，我快要不行啦！射他，快点！投石机的火球，他讲有讲跟没讲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要让火球射法靠近直升机，才有办法击中。你不觉得这就是干话吗？有没有中？哇，差么一咪咪啊！我天哪、啊！我们是不可能从这里击中他的。啊，不然要从哪里啊？我知道，我必须射中半空中的火球。哦，是我要射中半空中的火球哦。填装投石器，等等。我快要不行啦！准备好了。Yeah, my。现在索菲亚。好，发射。早说嘛！真的是。然后呢？解决了，他不见了。嗯，我们听到有人在讲话。呜 ！No！ 呜呼！没见死了，等我啊，坐下见死啊，别急啊，呵呵，哦，自己打到自己。他去哪里啊？人呢？干，这人死掉了、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见鬼了，见鬼了！哦，滚，滚，滚！直面埋伏哎、欸！好、哦，又来了。所以这是装的飞弹是吧？还没完呢！快救我！我们得重新填装投石器。等等！快点，快发射，快发射！怎么弄的？不是啊。Nope。啊啊！加。再等一下，重新装填中。罗拉，等你准备好，你只要给我们个讯号。快点啊！准备好了，等你讯号。现在索菲亚就要发射了。他奶奶的凶！林北最好是有这么神准啊！我们得重置一下平衡物，很快就准备好了。我们要射了，我怎么都没看到啊？他，我们得重新填装投石器。等等，准备好了，等你讯号。哎，不要炸自己人啊！原来我没有见识。加油，你行的。我们正在重新装填投石器，等等。干，妈气死了。我们正在重新装填投石器。
看他飞走啦！可恶！怎么那么刚好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啊！你行的，罗拉，再等一下，重新装填中。哦，我就没有个 RPG 之类的吗？准备好了，挂上，等你讯号。气死我了！可恶！如果下面还有人活着的话，立刻去杀了卡罗特，这是你们最后一道命令。卡罗特，原来我是悟空啊！Surprise！命很硬哦，哇，比我高大哎，这小鸡鸡，哦，我的蛋爆了，罗拉，他回头朝你那边去了，又来啦，好烦啦，命是有多大？越来越没有掩蔽物了。最终 BOSS 居然是一个直升机大哥。我记得一代的时候，他的前一代的 BOSS 好像是另外是一个鬼魂，是不是？怎么这一代直接变直升机大哥了？快点给我投死啊！苏菲啊，哦，才刚靠腰而已，说有了，一次又成功，老头，我看《刀剑神域外传》吗？没有哎，我刀这《刀剑神域》系列完全没看过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喂！一个一个慢慢来，别担心，别担心 ，Don't worry， 你们好好的睡哈，睡好睡满。还有一只在哪里？我在旁边。哇 ！Oh my gosh！ 我妈！看，射不到。靠这么近开两枪，什么都没摸到，还被他反射一箭这样子，没有被他反拿弓敲下去。这个罗拉怎么那么雷啊？史上最雷呢，吊死！这边，哦，哇，把武器偷走了。我们俩该对决了，罗拉。好吧。你守住这里，没有盟友，也没有一丝希望。这里。将是你的葬身之处。好啊，
到底是谁是葬身之处啊？出来跟我战斗，不要躲在阴影里。我现在就在你面前啊，你在讲什么干话咧？使用徐货物品转移康斯坦坦丁的注意力。你在讲什么干话？你有目睹你的好友约拿死去，因为父母受伤而死去，是个很惨的死法。花黑盆。这边的打法要怎么打、啊？那没有作用。我没有弓，也没有枪。哎、欸，他现在把我所有武器，他把我的弓拿走，我所有武器都没了，这样子。为什么要跟那些比你软弱的家伙在一起？这是哪一种操作啊？这种操作我不懂。嫩，重伤。不行，灵魂之石是我的宿命，今晚终于来到。哇，他现在那么愤怒啊！喂，哇，卡住了。Hello， 哎，妈，气死了！我重玩了，希望是可以前面一点。哦，好好好好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太棒了！人生从这里开始，我可以接受。我们俩该对决了，波浪。对决吧！妈的！没有盟友，也没有一丝希望，这里将是我的葬礼。别再卡了。我刚刚在这里卡住，对不对？不行，灵魂之石是我的宿命，今天终于来到。我跟你讲，再卡我们两个都没有办法进入灵魂之石了啦，好不好？生命之源崩塌了啦！麦哥阿咧还啦，好不？进来，麦哥还啦，罐头咧。罐头在哪里啊？找到了。干什么东西？这也太好笑了吧！闪 QTE 还不死，结束了康斯坦丁，你的野心结束了，把林北的东西还来。哎、欸，他干嘛？我的命运不该是如此的。我应该成就伟业。这本来不是你的命运，这一切都是你姐姐对你说的谎。姐姐，为什么你要骗我？这一切都为他。对，罪大恶极，罪大恶极就是安娜。圣三爷杀了你父亲。不，你在说谎。他向我们求饶，但眼看不值得我浪费时间，就改成求我们放过你。这是有支线剧情是不是？选择杀他还是选择离开？我很怜悯他，罗拉。我总觉得他临死前脑中浮现的是你，他想着自己是如何把你赶走的，想着自己对你所有亏欠。对，最后还有两种选择，一种选择离开，是不是？他活着的话。一定会成为你的绊脚石。滚！别跟我讲废话了。然后我还捡他的东西，有没有？捡尸。生命之源是我的啦！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。我要成为新一代的神。手下都被打败了，安娜抢先一步了。你的弟弟也死了。不，
那就是圣三一会带来的死亡，他们永远不会改变。你放弃吧。我为了这个而抛弃了一切，我才不想要把他交给圣三一。那你的父亲呢？你会害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笑话。你已经如此接近了，怎么能够就这样放弃？我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，我不能让你拿走他。想想那些正在受难、垂死的人们，我们可以拯救他们，我们可以一起改变。说要找生命之源的是罗拉，要证明父亲不是在捏造谎言啊，捏造事实。现在又想要把这件事情给掩埋下去。你又不是那个快死的人啊，都是罗拉在那边。但这件事不是针对你，都是你的毛。而是攸关全人类，攸关守护人性根本的价值。哦呦，来了！他们来了，我们被包围了！雅各，小心！没关系，他是不死之身。这东西本来就不该存在。哦，我想说啊，他说这东西伤不了我嘞。罗拉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想想我做过的事，跟你做过的事。不用再有另一个卡福特为此牺牲，但我愿意牺牲。哇，情势很紧绷哦。我可不愿意。都没子弹了还不愿意？我快死了，我只有这希望。安娜波。哇！灵魂出窍，他弄了什么东西啊？摔破吗？没事的。哇，这样雅各会死哎、欸。Oh no！ 诅咒消失了，他的永生不死的军团也灭了，那雅各也会挂掉啊。雅各，撑着点！我终于能死了，这样子。我已经苟延残喘太久了，让我死吧。你早知道我会毁了他，在我这一生中，没见过几个像你这么出色的人。我的人生终于要结束了。对不起。我原本只想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。你做到了。当初是他为他爸不择手段，现在是为了这个世界。哇，变成沙子了、欸。去了。亲爱的罗拉。嗨，你好，太阳族女神，你好。我经常在想，要是我父亲在地下有知我让家族蒙羞，不知道他会有多么气愤。卡夫特究竟代表着什么？我只希望有一天你能以自己的方式留名于世。要记得，最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身份，而是在于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。他爸打陆机。消灭神圣之源是正确的。约拿活下来。我还是觉得我辜负了他。我想他也会做一样的事。快点，你还要赶飞机呢。结束了，熊猫团团。我一再反复聆听父亲的最后一卷录音带。我突然看到，我都想到是熊猫团团，好像、哦。他在这个情况下会如何决定并不重要，这是属于我的选择。基特城的传说是真的，这世上确实存在着能改变世界的秘密。我必须找到他们，
不是为了父亲。暗影下一部曲就是要去基特城啊，是为这个世界做点改变。要第三部曲了。我只希望那个改变是正确的。那安娜最后嘞，无消无息。结束了、欸，会有版权弯掉了。两个星期前，这个是之后结束的两个星期前，刚刚是两星期后，安娜要去基特城。你说不需要再有另一个卡夫特为此牺牲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另一个卡夫特，是你杀了我父亲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不是要自杀？圣三一下令杀了他，果然是真的。下不了手，你说谎。我爱你。我、哦、哇，完成了，很好。那么卡夫特呢？不，怎样？还不需要。安娜就像死了。他现在要就是幕后黑手，现在指使杀了安娜，然后安娜被杀死之后，哦，罗拉现在要去那个基特城，然后他们就要跟过去就对了。圣三一的啊，是圣三一的野心还没结束就对了，好不好？结束了。